坚持求同存异，促进共同安全。我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观念，大力倡导互信、互利、平等、协作的新安全观，照顾彼此安全关切，最大限度展现善意、智慧、耐心。 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，积极促进地区安全合作，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。我相信，这也是各国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。感谢。